化妆的正确顺序。第一步水，第二步眼霜，第三步精华，第四步乳液，第五步面霜，第六步隔离防晒霜。隔离防晒养护三合一，不搓泥，不假白，水润不油腻。第七步气垫，第八步遮瑕，遮熊猫眼、法令纹、痘痘、痘印。第九步定妆，一定要选这种轻薄的定妆粉。第十步画眉毛，第十一步画眼影，不会画眼影的就选懒人双色眼影。第十二步贴双眼皮贴，第十三步画眼线，第十四步贴睫毛，第十五步画卧蚕，第十六步修容，双头修容笔好掌握，修高鼻梁，小V脸。第十七步涂腮红，第十八步涂口红，叠加一个唇蜜。还不会的姐妹点线收藏学起来。